咏春泉，相传为女子所创，以佛山为发祥地，是一种实用的近身防御搏击术，讲求贴身追逼，攻敌要害，速战速决，以中线防御、直线进攻、敲打同时，以挑拨力等为基本搏击原理。今日所学，今日可用，深受万千中外人士的喜爱，成为目前在世界上非常流行的中国功夫。佛山咏春拳的传承人杨旭辉师傅，跟随叶稳宗师的入室弟子张卓庆师傅学习多年，并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中外弟子。本天特邀梁旭辉师傅演示和讲解叶问咏春拳的技法，带您进入精彩的功夫之路。问路少，拍马。二字前仰马，前面的手叫做问手，后面的手叫做护手。问手肘要归中，手指尖斜向上，转换的时候护手在上面下落，变成问手。收左问路手，注意肘要归中，手指尖斜向上，眼睛从手指上方注视对方，转换的时候由上往下落，转好，收。拍手顶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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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。拍手，这是一个下拍手的动作，用肘的力量用掌侧拍下去，然后顺势顶手，以手腕背面作为发力点，右拍手顶手，左拍手顶手，右拍手顶手，
收。看守，开马。左看守，右看守，左看守，右看守，收。左看守，走。要归中，五指并拢，高度与眼睛平齐。右摊手，左摊手，右摊手，收。开马，左榜首，肘略比肩高，五指并拢，手指、手掌、手腕、前臂成一直线。右榜首，手腕旋转，左榜首，右榜首，收。左按手，右按手，左按手，右按手，左按手，右按手，同样是以掌侧往下按。左按手，要注意用肘的力量。右按手，收。问路手，
左标手，问路手，右标手，问路手，左标手，右标手。问路手，左标手，手掌与前臂稍微有点弧度，带一点弧度，由里往外标，右标手，左标手，斜向上，由里朝外，由下朝上，右标手。好，左至手，右至手，左至手，右至手，收。左至手，要用掌根作为发力点，动作不宜过大。右至手，左至手，右至手，收。开马，叠桥手，换手，换手，换手，叠桥手，手臂高于肩平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两个手前臂不要接触，换手，这时变成了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换手，换手，收。
辣手。收。辣手。要注意用肘的力量，在抓的同时往下拉。辣手。辣手。辣手。好。收。左沙井手，右沙井手，左沙井手，右沙井手。收。左沙井手以掌侧作为发力点，由下斜向上杀出。右杀井手，左杀井手，右杀井手。收。左更拦手，右更拦手，左更拦手，右更拦手。左更拦手，更拦手是个组合动作，这叫更手，底下叫拦手。注意肘同样要归中，更手是用手臂的前侧打出，而拦手在下面用手臂的前侧拦截。右更拦手，左更拦手，右更拦手。收。左捆手，
右捆手，左捆手，右捆手，收。左捆手，首先做好这个坐马步，捆手，左捆手，左手在上摊手，右手在下绑手，右捆手，右捆手，右手在上摊手，左手在下绑手，左捆手，右捆手，收。左正掌，右正掌，左正掌，以掌侧作为发力点，在中线发出右正掌、左正掌、右正掌，好，收。Thank you.